这已经有漏水了，不多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差不多。这边还好，不过这个地方，这边的这个地方有，然后这边有渗，这应该因为地震造成的吧？越渗越来越多，这我相信以后越来越多。这个柱我补过。这就还好，这边就还好。这个还有一个吗？我说看一下。好，最关键这个地方，新的地方没有注意到。这个位置。哎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不用说了，这都没办法，这还在补，上面要全部重做。